哎呀，这就是那个什么楼了。这四周啊，太空旷了啊，啥也没有。然后我就先进来看一下吧。这有几个大哥，亚洲的、中国的，只要跑步的。看样子体育场是免费让进的啊，这个我记得上次在柏林也去了一个体育场，然后我一度以为是希特勒的那个体育场，后来不是，因为希特勒那个体育场已经改成了足球场了。嘿，这建的，这颜色就是波兰国旗嘛，红白。不行，我找个地儿休息一会儿，太累了。这面确实是一个爱好足球的民族啊，因为我在那个他的那个 Go Sport 的那种商店里呢，看不到任何的关于这个篮球的衣服啊，只有跑步衫和足球衫。啊，哎呦，太你妈高了，坐一会儿吧，累了。